哎，我来去过马兰泰国。大家好，我是黑龙，欢迎收看《黑色进行》。今天呢，导演不在，所以我黑龙就来去干大事哦。我是干大事，我干大，林北基大是我干大，大家说饭我干大，但是 AMD 是我干大。What's up, baby？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大事？因为我上次去运动会有拿到一些卷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就要来买新年的礼物给导演哦，还有台湾自己的其他大家。难怪你今天不找导演来，因为我要给他一个 surprise。他来不是 surprise。今天有想好要买什么给他们吗？这个我怎么知道？我还没进去。赶快来 ，Let's go 啦！Should that be coming the moment I run? Got me thinking I'm genius. I sounded crazy discussing my past, had the vision when they couldn't see it. I wonder if you'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. Hey, how are you? Hey, how are you?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上次运动会完，你们大家都很累吗？有哎，我回去其实睡蛮久的。回去，我觉得你好像是最没有花太多体力的。真的。有一点累，我记得我这里有一点痛，那个发痕的时候。明年一定会。还是会想来。对啊。然后你，说你不强，然后你来，你那么强。没有，我害怕了。明年我们比数学、国文、猜语。完蛋了。对，完蛋了。总要有一两样你会完蛋了，要不然我们怎么赢？去上中文课 ，OK。我们要上的是英文跟日文，对。中文，还是我们交换就好了吧？可以，交换语言。我们这边交换要先做一些切除手术，怕会发生一些问题。会切哪里？嘴。对哦。哎，好多东西呢。哇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什么样，好适合我呢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黑人的 style， 棒棒的呢，厉害哦，对不对？这个适合你的吗？是我的呢，我要买的呢。那你不是要送他们东西？哦，对呢。Ladies first，Ladies first。太少买这种，我买这种400块。台中的夜市哦，这是在逢甲夜市买。逢甲大学里面对不对 ？Interesting。Interesting。够发嗲。真的，女生的衣服哦，我真的很难选。这个是比较适合背起，这个比较是背起的 style， 对不对？这个很近。知道吗？这个重点是那一个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现在就是非常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那么刚好？然后 Lucy 的话 ，Lucy， 哎、欸，这个蛮适合他的、啊。谁 ？Lucy 啊 ，Lucy， 给他这个，他会帮我 block。我觉得他不喜欢这种的，我觉得。你为什么知道下面？他对下面都比较近，没有，我要看他的 material 的，看下面好不好开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以后就要跟女生来掰一遍，跟男生来就完蛋了。Men's talk， Men's talk 哦，好，你们觉得这个哪一个比较适合 Ina？ 这么快啊？这个 Ina 可以吗？那个可能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Lucy。这个适合谁 ？Ina 还是 One Punch？ 这个。这个感觉是女生的哦。哈哈，不然这个不是要你。导演，你为什么要掀你那裙子？啊，不是这个吗？导演有穿帽子吗？对不对？有。他的斗跟导演的也很像。这个不放我，导演黑色还是这个绿色？你们觉得你哪一个？绿色。你要让他戴绿帽。绿帽还是黑帽？我觉得这样叠在一起蛮好看的。看着，所以买两个。所以买两个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就这样子哦。导演的选好了。哎，真的 Lucy 是这个，北极啦。对，我刚刚那边这个颜色，我说北极，对不对？如果带打，他可以来试着换吧。不行哦。关键呢，这个我要很准。好，北极 ，Ina 这一种的 ，Ina 跟 Lucy 也是这一种的吧 ？Ina， 喂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睡觉？没有啊。哎，我问你哦，我一个同事，我觉得他的身体跟你一样，明天是他的生日，所以我要买衣服给他。你的 size 是什么 size？Yoga pants 那一种的？大概 M。M 哦。我都穿 M。M 比较长一点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高度一样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是朋友啊。这个你不要问，你问太多了。啊。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
他以为是朋友，但是是他。Ina 到底喜欢穿怎么样的颜色？这一种的，对不对 ？M， 好 ，Ina， 然后 Lucy 是 S。哦，对，我都忘了。刚刚我看到一个那个女生穿那个比基尼的那样，还是 Lucy 的，我给你选就好了吧？也是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所以 Deal， Lucy 的我就给他。拍照给我看到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Lucy， 拍给他。ございます。Lucy 哦。Lucy。看起来不错哦，我刚刚来找你，觉得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。L， 对，那 S。是 S。哦 ，S， 素哟。观众会爱死我的。不，肩膀用心帮你选。对，谢谢 Lucy。对，穿给大家看。看，注意。他选这个给我，真的、喔？到底他要给 Lucy 还是要给你？他很花心他不要我了，我不要穿内裤，不能穿内裤。好色好好好好，这个我了解了。他说不用穿内裤的。哇靠，这个大概5000呢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不要跟他讲。Lucy， 我就干一下。外套呢？给 Lucy 啊，大概是 S 最小的，这件蛮好看的。好 ，Lucy， 你看穿了一样哦。他让整间店都是这个，这个是淡淡的是不是？淡淡是不是？所以背景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比较好的，不然帽子可以两个。女生很喜欢 compare， 她会说：“哦，导演，我的帽子比你好看哦，这样子。”可是现在一个帽子、一个衣服、一个裤子、一个外套都不一样，他们不会选。好有道理哦！我龙的皮肤真的很好，他都觉得真的很好，怎么会这样？很嫩呢，很嫩。那一天没有很累，有一点累。有一天哦，有一点哦。你那天玩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吧？有，当然有。黑人也是很。只有你可以讲这种，我不敢讲。你尽量开，我们不能笑。你讲这种，我好过瘾。大家会说，哦，黑龙应该没有累，累还是会。对，黑龙嘛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足球队吗？我知道啊，哪一个？曼联啊。都不错哎，可是我最喜欢这个呢，这个。我最喜欢这个哦。Glory, glory, Man United. Glory, glory, Man United. And let's go, my king. On.对，我会穿，我觉得很好看、啊、要不要试穿一下？穿一下。变态ですよね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这。好，你看，下不去。天哪！游泳的。可以耶。这个我一直有一点。没事，这个先不要好了。不要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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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。没有这个，我就买给我们的贝基。那换一条好了，这个已经变。对，已经变男生了。对，男生的味道。因为我选这个很时尚的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我也选这个帽子。我选他的衣服。我很喜欢他衣，我留要穿的吗？对啊，不行，不能拿。游泳的，我觉得游泳。游泳 ，OK， 期待明年运动会看到。对，没错。这样子 sexy。棒棒，没有，可是这个我买给我们女生。啊，女生嘛，对，好贴心哦。我们的台湾亲戚的女生。嗨。对。啊，为什么台哥没来？逛街，我们帮他逛。哦 ，OK。帮他选。这个可以。我会说奥利昂退掉，没有，不是我讲的哦，录影存证哦，卡，那我们东西都选好了哦，以后就去送礼物了哦，注意哦。Later。黑龙，导演你要去哪？我要去上厕所。先等一下了啦，来，好东西。我要上厕所。来，你们在那边干嘛？来，黑龙准备了。我要被抓去卖了吗？新年的礼物啦，快点啊！有龙虾吗？没龙虾，我可是不过去的哦。都有。真的？我看是龙眼蜜吧。有。导演你。要
过来啦！我肚子很饿哎，里面最好是给我有食物哦。帮我们四个找进来。对对对，准备那个新年的礼物给你们。哎 ，Maggie 一直讲的好东西。耶、yeah, 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真的新年礼物啊，所以我们都有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有啊，从这边开始。好，好，从这边开始。看起来很空哎、欸。很空哦，没有啦。Nina， 这个是你的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知道这个什么吗？瑜伽裤吧。裤子对。好想要的。Rubber band。哇，这蓝色跟你好配。那你怎么知道它的臀围多大？大女儿，哪一种的爸爸不会大大女儿的 size？ 我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我跟你们讲真的，我有打电话给他骗他。好像在上课还是怎样，他就打给我，可是我就忘记他问我什么，我忘记回什么。我也忘了。我还在讲重点呢。他是说他有一个女生的朋友，跟你身体很深，跟你身体。哎，真的真的。下一个。Becky， 好哦，我给他衣服，我好可爱呀、喔！那个花花，我超喜欢的。我卖这个，因为你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花花的。你看，你好漂亮！我刚好缺这个，真的好可爱啊！好可爱，幸好这没有在奶头上。那头呢？幸好四个呢。他很多 nipple 哎。这个是你考虑的。好，最后一个 Lucy 的话，我买外套给你。啊，你晒晒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很喜欢这种，對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小的。大壮会感觉很大，有东西，对。啊哈哈哈哈哈！我已经这么贴心，怎么这么贴心？我说那颜色很适合你。谢谢。导演的话，你的身体。这感觉是空的啊，送我一个纸片。哎呦啊，送你一纸片，这有那种演戏啊。Do me, I do you。我戳你，你戳我。我送你来一件嘛。导演给我真的空的箱子啊，特别给你比较大的箱子。那个里面是好贴心啊，有搬家可以用，我辞职就用这箱。这个礼物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哦。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觉得你也喜欢。啊，好喜欢你啊！的确有时候会带类似的，因为我觉得导演喜欢，导演会防晒啊，好可爱。黑龙克制化礼物，对，上次我没有忘记粉丝，我有拿一个东西给你们，东西。哦，好狠啊！亲一下，要亲一下。会很奇怪。新年快乐，大家！还有一个亲戚。新的一年，下次见哦。好，年年年，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年。新年的歌唱什么歌 ？Who got shot？ 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你们知道 “de donde es usted” 是什么？西班牙语的“你从哪里来”？谢谢教我。我以为一句西班牙文，不打不打不打，就是 T， 不打 B， 对 D， 这个要说 sexy 不打。当然不让我走，我就下面。我不要。Oh my god！ 拜拜。我爸，我给他那个，他会被我们两个人 block。Lucy， 放开一点，才比较容易红。走去哪一间？哎，大哥，哎，请问一下哦，你们这个衣服有 L 的 size 吗？这个裤子？我是摄影师啊。哦，因为我看到你戴那个 Adidas， 我以为你是。觉得我可以当一个很好的爸爸。你要当谁的爸爸？谁的爸爸？我会当 Becky 的爸爸。哦 ，Sugar Daddy 吗？那，你乱讲，他比较安静。啊？啊？你要确定？但我不要当他们的爸爸，不要。